这是一把轻中晚期的紫泥鹅蛋壶，550毫升。盖墙有磕损，这里有一处小废皮，这里。另外，这个盖墙磕的比较大的地方呢，有一点陷了，这能看见。这把壶的泥料非常特别，颗粒呢如碎金一样，我们的照片还要直观些，非常绵密，实物的这种美感尤为强烈。这把壶的做工，可圈可点。看起来是极其简单的，但是呢，都是体现出一种独特的力度。你看它这个流啊，简洁之极，但是呢，充满力度，很耐看的。这个小也是个小相呼应的一个小鸭蛋钮，摇纹也好。线条的过渡，这把壶的这个烧结度是很不错，这个壶有一种力度感，阳刚之气吧。哎，这位这个高人呐，连一个名款都没舍得留啊。壶内也看一下吧。很干净。向这位作者致敬。